周笔畅公开承认整容，本想整成杨幂，却神似杨紫，曝光近照让人认不出。周笔畅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吧，和李宇春是同届超级女生出道，那时候两人的风格超级的像，不管是穿衣风格还是发型都是粉的中性，像个假小子似的。周笔畅是典型的国字脸，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如今的她变得越来越好看，原来的国字脸也没有了，变成了典型的瓜子脸，而且现在穿衣也是越来越时尚，女人味十足，让人不敢相信她就是之前那个假小子，更是因为变美而登上了热搜，网友看到她的变化之后更是质疑她是不是整容了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周笔畅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隐瞒，而是在一档节目中爽快地说，我是照着杨幂整的，结果整出来有人说像刘诗诗，有人说像杨紫，她的这种态度让许多人对她路转粉，并且称她是超女里整得最成功的。网友纷纷感叹道，模板竟然是杨幂，不愧是和杨幂是好闺蜜，不仅关系好，就连长相也要一样。还有网友评论说，真是勇气可嘉，居然这么直白就承认了，不过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，收获了许多网友的谅解。